孙楠24号在北京举办《乐在其中》个人演唱会，与歌迷共度平安夜。不但邀请了坦金台湾小鲜肉李玉玺做嘉宾，还带着家人一起上台。男伴几场一段男高音引来全场掌声。最后三代同堂合唱圣诞歌，小女儿身穿红裙与哥哥背诵孝经，十分可爱。大女儿的口技表演更是惊呆小伙伴。特别我的小爱宝，对我们小不点第一次登台，他一点都不怯场，对，他给自己唱叮叮当叮叮当。其实我叮叮当这个只是中午的时候，在家里的时候吃饭的时候，我说爱宝，你跟爸爸要上台的话，你唱个叮叮当好吗？我就教了他一遍，所以他词还不太会，就把叮叮当他就敢唱。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孙楠对于家人同台也显得很是感动。这个今年成功霸屏各大音乐综艺节目的唱将，用一场演唱会讲述了从出道以来到现在的回忆。今年玩够了综艺节目，明年就要准备新专辑了。对于在舞台上展示了充分天赋的孩子们，孙楠充分诠释了神马叫做传统好爸爸。包括呢，给他录了一些国学文化的《弟子规》啊，包括《孝经》啊，所以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。那明年我的爱宝可能要做一些这样的工作，对，因为他虽然四岁，但是他的口齿特别清楚，我还是希望他做一些教育方面的，让他呢一个4岁小孩能感动更多的孩子们，能去多注重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。我们家的孩子要红包都是要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的，比如说在家里耍碗做家务、做菜，或者烤面包，这样的话才有红包拿，10块。但像我在上海的演唱会，我女儿来做助理，就每天10块钱。其实我原来给她5块，她给5块完了，她说她给我太少了。她说你不能，你起码得给我10块吧。我说好，我给你10块。弘扬国学虽然没有错，但是红包只有10块钱，还是按劳分配。孙楠爸爸未免小气了点吧，真心替孩子们心疼呢。